很棒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哪一个族的音乐？什么？那个原住民的族。那个原住民。周族。周族是台湾附近，台北附近的吗？对对。OK，是这里的。台北。OK，在屏东里有吗？有啊。啊，真的有吗？有啊。啊，我不知道。跟Kitagaran有关系吗？有。真的？ 这首歌是周族歌自己古老的歌，差不多千年万年，300年以前，在台湾的历史是超过500年的。哦，哇哇哇，对，很久以前的。OK，谢谢您，谢谢。